我从小呢就一直从事棒球运动，入职呢就进到教育界工作。我要说我非常的幸运，因为在这个领域呢表现好的人非常的多，我一路走来的一些好的同事朋友，那当然评审委员对我的肯定呢，总之非常幸运能够受到肯定。我还是要说非常感谢大家，时代在不断的往前进步，我知道面临的事情会越来越多，非常的复杂，年轻在教育界的朋友一定要面对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复杂的这种社会现象，不过我想大家一定可以处理的很好，加油，谢谢。谢谢，恭喜林华伟教授，也先请颁奖人教育部张廖万坚次长先上台，预备要颁奖。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113年学校体育传具奖终身成就奖的得主林华伟教授上台领奖。林华伟教授从棒球国手到国家队总教练，到现在持续为台湾职棒奉献心力，并曾经对哦。更曾经连续9年担任升学辅导主任委员哦，对辅导运动优秀学生升学多有贡献哦。担任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校长期间，显著提升研究水准，而且积极推动国际交流，获得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来，也请支持的家人一起。来，再度热烈掌声！哇，谢谢！哇，是这样。